这音乐盒我本来没有买，是因为它真的样子没有变太多，然后我想说以后可能会出更好看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强化副本奖励计量表获得量增加，这个好像也挺重要的。十钻了，好啦，十钻而已，就买吧。其他我都买了。套用效果没套用吗？我刚刚不是点了？你们酒馆装饰都有买吗？我本来是不太想全部买完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以后会出更好的。哦，你买了两个都是刚好，刚好我本来都没有买的，因为那两个就是一个是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是音乐盒，反正样子就是没有什么改变，我就想说，酒馆还是一样丑，所以那两个我就没有买。那另外一点也是当初也看不懂那个加成到底是加什么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买。外观也要点下去吗？欸，真的耶！靠，我这些效果都没变更，之前买的都白买了，全部没有套用效果，靠杯。啊！我太白痴了，我天哪！今天好日本人哦，一直哦，我已经买了大概三个礼拜了吧，从刚玩这个游戏我就买了外观，完全没有套用。干嘛弄那么麻烦呢？就是买了就是要套用的啊，还要问我？你要干嘛？啊，咚咚咚咚咚，人家以为我在干嘛嘞？啊，听起来很色哦。啊，咚咚咚咚咚。蹭一直蹭。来个爱的抱抱，来，跟大家 say hi， 亲一百个，看镜头在这里，看镜头，you good boy， are you good boy today？ 啊，有谁想要拿奖励的，一起来。谁要跟我来二 P 的，快点！哎，以后要跟我来二 P， 这个游戏没有三 P， 只有二 P，sorry。我们要跟爱猴开心的二 P。可以挂服二 P 吗？不知道哎，好像不能挂服吧？胯下可以。胯下可以二 P， 我的账号代表还是威压呢，我的那一根很大只哦，超大的，报警了，你看，大棒棒挥舞，还在天空上转。点错了，啊，没关系，他应该死掉了吧？我点错了，点到一级的，会死吗？好像不会死，没关系，被打一次不会死啦，不会翻的，不会翻的。他都只打你，你的仇恨拉得比较深哦。非洲魔神，非洲魔神，所以魔神不会打我吗？我昨天开始放哦，所以到时候四月三号那个《恶灵古堡三》出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狂直播，一天直播个八小时吧，直接把那个游戏通关，两三天把它通关这样。
刚刚的欧巴 power 打12万哦，好好哦，装备怎么那么强？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欧巴 power 打几万？4万啦！伤害也差太多。